保证如有撒谎，我将三年不吃芝士蛋糕。真没想到这么大向上关心的地方，就是。我刚发过誓了，所以不能撒谎。慢热型的，就是随时都是表达情绪。对。上位先。他都不上去。这也不错。在你的别的地方承认过了，你在别的地方承认过了。肯定因为我说我的眼泪是真的，不给，不开心的来源。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表达这么含蓄啊？现在，倒不是之前说爱过的时候了。上去了，是有的，不上学这方肯定是有的。他哪里感觉出来？对，他在努力去压抑自己的情绪。所以你现在承认是爱过的。我替龚向觉问大可不必。